真是想念，我不骗你各位，你、啊、我一上来啊，感受大伙那种呼唤声，那种掌声，那种呐喊声，多热情啊！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在这么大的演出演这么大的剧场啊。您听他这嘴啊，激动的说都不会话了都。别着急，我刚上来退什么票啊？不是看我师傅来的呀。我要下去，我跟你说，我师傅还没上来就退票，你们来亏了。看我来的吗？你看是大哥，大哥能在这种情况下能喊出这句话，纯爷们儿。不说别的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裤衩都穿最大的。这跟裤衩子有什么关系？哎、怎么能有人支持我啊、哦？没问题，上一场大哥也看狗来着，是吧？上一场谁啊？张九南嘛。张九南确实啊，他在台上就撒了开的野狗啊。嗯，真是那样。撒了开的野狗。怎么形容他？你就说他是脱缰的野狗就行了。拦不住，真的拦不住啊！我跟你说，当就是他张九南是早产，他妈都没拦住他出来。那确实拦不住了。在台上谁更拦不住了？哦，这种风格，嗯，当然了，这个说实话，到我演出来说啊，心潮还是很澎湃的。Oh, 真的很长时间没在这个大剧场演出了。哎，这回说对了。对观众有一份想念。哦哦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人如果不演出的话就是一个废物。你演出也是废物。真的不演出的话觉得什么也不会干。哦、oh, 就天天盼着演出啊啊。所以说感受舞台的这一方热情，嗯，大伙儿那种掌声呐喊声，灯光音响啊。真的，直到不能演出，我才发现。发现什么呀？真的没有收入。对对。合着你是为钱来的？不是为钱啊，咱不能为了钱连脸都不要。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是要脸的。那是。简单的，先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哎，得让大伙知道。我现在有朋友还是认识我们的啊啊，我叫张鹤伦，哎，德云社的。因为我发现我一说我啊，基本上喜欢的都是大哥。大哥多一些，对，都穿大裤衩子嘛。男粉多啊，对对，咱这年龄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确实，都谁跟你年龄这样？别咱的臭不要脸。哎，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伦家刚19岁。你把舌头捋顺了，说这句话。不是，那你19公岁还差不多。19岁，那20无可奉告。你看他自己都说出来了，39。你多大了？我不避讳，我今年42了。42的，各位头、啊。哎呦呵，你轻点好家伙，我这颈椎钙化了都。真的哎，真是老话说，这个人过40古来稀呀、啊。这是什么老话？这是我姥姥说的话吗？你姥姥说的是笑话，那是对不对？人过70古来稀。人过70古来稀。对，您算是稀一半了吧？稀。你拿我卸芝麻酱来了是怎么了？是不是？哎，啊，土埋到脖子的演员，你瞧，老话儿那是过70，土埋半截的演员。对，土埋半截。哎，半这到半截。哎，哈哈哈哈你说这？哎哎，行，哎，你也就敢跟我这么说，让那底角上来，你是不是得说土埋到桃心的演员来？妈呀，没上来呢，你别整，咱刚上来刚说几分钟，把他们得罪了，再把他得罪了。我没得罪人家啊，您先得罪搭档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埋半截到我这儿上坡走的，不是这样吗？大概齐吧。大概齐哪儿了？对不对？40多了。42。42岁了。对，跟大伙说一说，有什么长寿的秘诀？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。你们家有这基因吗？你们家你哎，超过1:7以上的妞你有吧？你忘了？你随你妈！你拉倒吧！你多多少少沾点那个霍比特人血统。我沾什么霍比特人血统了？真的，你回家翻翻你们祖籍、啊，是不是跟武大郎攀亲带故的？你们家祖籍写那么长吗？啊，没这基因。你也没这必要啊！不争论这个。对呀、啊。不争论这个啊！啊，今天来说啊，人家来啊是开心来的。人听相声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对，穷人节。对，穷人节呀，情人节。情人节，你知道这个节日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拉倒吧，你有情人吗？我。你对不对？你有爱人吗？我有媳妇儿。你有家吗？你是不是孤儿？
不是，我要是孤儿，你从哪儿来的呀？情人节。情人节我知道。有人能看上你？那我媳妇儿看上我了。你配过这节日？哎，你少吃蒜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不可能。不是，我怎么就不配？就你往这一站，跟卤蛋成精似的。怎么就不能是狮子头呢？你大哥都说了，就煤气罐成精。我吃你家大米饭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过节。过节怎么了？都开心。你看台底下都是一对一对来的。哦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对啊，基本上你看一对，你看，啊，一对一对一对，还真是，啊，一对一对，四个人都在一对一对。哪儿嘛，四个人一对儿，两对儿呗，带着朋友，带着媳妇儿，带着朋友的媳妇儿，那就是四对儿呢。谁带着朋友的媳妇儿？对不对？你甭管，祝人四个人好好过着得了。你说四对儿四对儿的来了，就是开心，就是快乐，哎哎，就是喜欢我们。是我们在台上来说，这叫什么呀？啊，好车别爱破道，哦，啊，不是说错了，破车别爱好道。咱们早晚得待在这儿上，嗯，啊。一会儿是谁啊？啊，我师父，嗯，对不对？郭德。对，干嘛呢？鞠躬啊！鞠躬的时候不用作揖，鞠躬啊！你鞠躬作揖，你这对不对？我师父郭德纲先生，嗯，崇拜。一会儿今天人家底角，对对对，看我们师父来最后一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嗯，咱得简单的说这么两句哦。但是你看，当然还他跟谁合作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栾云平啊，栾副总知道吗？知道，叫副总。嗯，有人说栾副总说清华的，你们知道这个事吗？对呀，啊，骗你的，清华附属小学。对，清华附啊。对啊，嘿，清华附还小，清华附小，谁告诉你的？你问问他，都这意思，没有几个真正上过大学的。我就不敢问人家这个。我们并没有瞧不起他们。哦，就刚才你那模样，你瞧得起谁呀？我并没有瞧不起他们啊。哎。真正的德云社来说，有学问的怎么样 ？Look me， 谁 ？Look me， 哦，look you， 自己别说 me， 自己只能说 I am， you know？ Yes， it is。你还是个第三人称单数啊 ？Yes， it is。你跟张九南一块出来的是怎么着 ？It's a dog。It's a white dog. It's a little white dog. 从伊春。He likes barbecue. 你能说中文吗？我慢点说，你能听懂吗？干嘛呀？什么叫干嘛呀？怎么欺负我在哈佛那些，对不对？那些好几天呀！哎呦，我华尔街那些年，我跟比尔盖茨，我们都在跟谁？比尔盖茨。比尔盖茨，你把他偷走了是怎么了？怎么就偷走了？那比尔盖茨啊，兄弟，我们那一块有，你别给我拽着中文，不是我到底说什么呢？咱聊聊，咱聊用普通话聊行不行？咱是聊普通话，您不是就看不上我们这后台这些人吗？对，就你们啊！您说您大学毕业？对，您哪大学呀？哪大学啊？天大。天大，天津大学天大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就哦就开大。在这地方别说开大，你说王炸，我们可能能知道。什么叫成？那叫南开大学。对，南大的。南大当婚，这我倒知道。南大啊，您男的？对，我知道你男的，没让你介绍性别。哪个男的呀？你不说吗？我男的。南大，哦，南开大学的。哎，这好多都是有我同学来的吗？有同学吗？你看，都我校友。哦，确实，答应你的都是男的啊。都是校友。哦，您南开大学毕业？南开大学。哦。后来辍学了。对。大学还辍学了？对，不符合我的技术工种。是他那烤串不让撒盐。跟烤串什么关系啊？那您什么技术工种啊？我学的中文系的。南开大学也有中文系啊，而且还不错呢。我不一样啊。你刚才什么动作？你这是热得亏我观察细致啊。你是热了还是怕它凉了？这是热了，热了。哦，你是热是吧？少来这套，俗称叫虚一下是吧？没有，知道吗？好，谁说烧烤系？并不是，知道吗？
哦，那您中文火戏？火戏？对，也我们也有炭戏的。哦，也有炭戏的。怎么了？啊、请您那不是还是烤串的吗？烤串并不丢人。你哎，我没瞧不起。勤工俭学，半工半读。哦，您那是？嗯哼。是怎么烫着你了，还是怎么着？这半工半读，那时候烤串确实，烤串怎么了？啊！但是那时候在学校全额奖学金，您呐，好60多块钱啊！哎呦，全额才60多块钱。我们这学校那时候那个困难点，不是，这您太困难了，这你管那个，学习好就行了呗。一个月餐费也不止60多块钱呢。我们看的是什么能耐，看本事。对了，哦，您有什么本事啊？就你烙的欢着呢吗？烤串烤串的，你肯定给人家烤糊过。我想问你一个，辣的不辣的？嗨，这还是老主顾，您看看，不是，我就看您这能耐在哪儿呢？这大学啊，哎呀，知乎者也，我们学的都这个，学《庸伦梦》《经史子集》，中文系嘛，就是学习中国的古典。尔等不晓得。啊，说我尔等就是我不晓得，尔等不明博。啊，说不明白，白上口，薄。尔等知道个屁！你以后少吃点黄豆。这尔等知道个那个干嘛呀？学问。不是学问，有学问，知乎者也懂吗？这有什么不懂的呀？我们也大学毕业呀。也学过这个啊？当然知道了。唧唧复唧唧。哎，《木兰辞》啊。对不对？《木兰复唧唧》哈。二一句不是木兰当户织吗？你学过这个？我学过呀。那我换一个。哎，别去，你别去，你学过吗？都学过，谁还？这是小学的课文。不是小学不小学，初中不初中，你会背吗？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嘛。不闻鸡叫声，惟闻鸡叹息。都惟闻什么叹息？女叹息。对了，肯德基，我在肯德基学过这个。你不应该在肯德基，我怕你惟闻叹太贵，你应该是。没学过这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鸡叫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？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。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12卷，卷卷爷名。阿爷无大人，莫来无长兄。愿为石鞍马，从此缔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可以鼓掌了。这都没学过吗？您这到这儿还要掌声啊？哎呦，卖炭翁伐薪，烧炭南山中，学过这个吗？学过，学过。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，对对，没学过。您这什么乱七八糟？《出师表》人家好几十句，到您那儿就2句。对，都会，都会这个。中道花光预算。现在他对不去了。哦，你那60块钱给他了，是怎么了？现在《满江红》30功名沉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伯乐少年头，空悲切。晋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你是看弹幕呢吗？哪有弹幕啊？我也纳闷呢，为什么这儿空半拍啊？因为忘词了。干嘛呀？人家不是听你背课文来的啊？是，对不对？晋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？弄辆车，弄辆车。什么？驾长车或者驾长车都可以、啊。对了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。有没有这个？有。后面呢？待从头。对，待从头，重整旧山河，从头写。那嗨。就这个白费劲，从头写又来一遍。我就朝天去都知道啊！我不是今天不是来给你背课文来的。您背的也不老溜嗖的。诗词讲究活学活用啊，即兴发挥。对，让你要成天背课文，拆句死记硬背，那叫能耐吗？哟呵，你瞧瞧这劲儿又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得学会理解。您得说出这话多大言不惭。哎，您肚子里能有多少东西？这里都是，这里。这里都是下水，我随便弄一点，给你吃半天。哎，给你来点，你这个、热热乎乎，热乎乎的。哎呀，你这个演员还是个反刍的演员吗？都是能耐。别来这套，展示展示。本是后山人，偶作钱塘客，醉舞金阁半卷书，对景说天阔。大
志系功名，海斗量福祸。论道囊中羞涩时，怒指乾坤错。不错，错错错，嗯，是我的错。哎哎，我说，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你先等一等，你先等一等。谁让你后边背歌词儿了？这都是一套的。哪儿错错错是我的错，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也没让你唱这个呀。我说告诉你语文你要融会贯通啊，你用其他的国家。丫头妹妹哈妹子，萨瓦迪卡以后萨尤纳拉，莉莉哈妹妹范萨克斯安德尤萨兰嘿呦乌里欧巴斯米达。你再唱一遍就不一样了。Yes, it is。这叫能耐，这叫能耐呀！对了，诗词歌赋融会贯通，几句话带出来就算能耐了。这算歌呀，刚才这算歌呀。哦，对不对？赋。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哈。不是诗词歌赋。我真想把你毛薅没了。这么多年没有是有原因的，知道吗？你一根毛都不行，严重的又瞧不上我们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你会诗词歌赋听过吗？我怎么没听过呀？就刚才您那李雷喊梅梅的那个 Fast and You 的，那不就是英语初中第一人吗？行，我们来点简单的。我来点简单的，干嘛呀？西北玄天一片云，听过这个吗？乌鸦落在凤凰群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。平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。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肤白貌美台风稳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就这您还鼓掌呢？你们老超级模仿秀的，你看这儿。哎呦，啊、还是那么后边。我告诉你，这四场就这四把扇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来这套啊！你这后边这句我都没听说过。怎么了？形容我的肤白貌美台风稳，英俊潇洒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鹤伦。你一点都不客观，啊？怎么着？你看你这个客观的评价自己，大腮帮子满脸褶，中年油腻张鹤伦。谁说的好、啊、对不对？我脾气不太好啊。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得谦虚。那是我吧？大伙儿都认可了，你得谦虚。谁认可了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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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上来。都多大岁数还玩上上下下的呀？没事，少开电梯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切合实际一点，客观一点，我们能接受。干嘛这么好高骛远呀、啊？对不对？重新审视，重新来。三高，虚胖，身子的沉，哎，这是个好演员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下联呢？那是你爹张鹤伦。我这三把都不要了，你信吗？怎么了？啊？那是你欧巴张鹤伦。跟倒霉模样，你这人跟让炭烤了似的。你对不对？我能说说，我是考考你。你别考我，你要这么来的话，哎，我出上联，你给我对下联。要跟我来一来对春联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让元宵烫了嘴了，这怎么着？听过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路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。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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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你这说这样的相声，你特别省事儿。是，我更省事儿，我都不用说话。你只是要动动手就好了嘛。我没想到今天是南大联谊会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就不说这些。好吧，咱今儿费点事。那你说什么？哎，就说现状啊。什么现状？就说你目前这状态，怎么、啊？面无言，兜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这说我呢？对呀、啊。好，那我送你一个。你送我？关
一躺，布一盖，诗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你说这人心眼多小，我把他说丑了，他把我说没了，拿捏啊，好，拿捏，这有多简单啊。行行行，年纪小，读书少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。不要暴露自己的本性啊，咱们接着来，还有呢，我听听我这个。哎，面对面吃面，说呀，等什么呢？完了，说完了，这有什么难度啊？这你没听出来啊？什么？虽然就是这么五个字啊，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，而且还是一个动词的状语，面对着面吃面，就这个啊，张嘴就来，我听听，盖中盖补盖，盖有什么？对不对？背对背搓背，俩狗熊，你看没有？脚对脚抠脚，对，多恶心呐！手拉手解手，对。没完了是吧？人和人生人，行行行行行，so easy 啊，我们这儿挺阳春白雪的，你那怎么就怎么我下里巴人了？你气着咔嚓的，这都是我这叫贴近生活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。那这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啊！再接一米七八，听我这个，没说身高，羡慕吗？让你尝尝上面的空气。哇，好新鲜哎！好好，我羡慕你血糖也挺高的啊。你尿酸还高呢。哎，咱俩说不说了？咱俩，我们这探讨病情来了，你看看。你别攻击我啊！听我这个，血糖高的不光我一个，后面那个也血糖高。嗯，没事。听我这个啊，来了。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这什么？这又不明白？这是一个拼字的对联。你看，弓箭的弓。虽然的虽拼起来是一个强，弓虽强，石头的石和打更的更，石更硬，弓虽强但石更硬，拼字儿的游戏。对了，听我这下联很巧妙，我这个啊，嗯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你是不是又影射我？没有，一个人加一个一念大，哎，一个土加一个里字念埋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哎呦，来来，好宝贝儿啊！行行行，你就是一个傻贝贝儿。我想说那播不了，对不对？啊、这是拆字儿游戏嘛？对，女子好，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女加一个子念好，一个少女妙啊。你要没有那感叹词，其实挺好的，啊，咱接着来听我这个，哎，有了，一乡二里三夫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叫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十是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。真工整啊！怎么样？我也看过，不错。尤其是那个，哦，你为什么看唐伯虎啊？因为那里烤鸡翅是吧？鸡翅膀我喜欢吃，可是你老妈说你快升天，越快升天越应该要吃，现在不吃以后就没机会再吃。你真的快升天，我真的快升天，现在以后不吃以后没机会再。我夸你呢。不有亮相吗？有亮相，咱这不要了。好嘞。啊，咱对联儿。我听着，我对上去了。不是这个。抛砖引玉呀、啊，玉在哪儿呢？玉在哪？你是充了电了还是缺了电了？看、啊，听我这个，我这个上联是：一天夜里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八九不离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到十。我先问一下，还是个实事。一天夜里，对，郭老二，对，郭老二是谁？郭汾阳啊。郭老二是郭汾阳，对呀、啊，郭汾阳啊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四五点钟，对，他失恋了，他没有失恋，他多大？